进来，穆总，您找我。坐吧。昨天公司开会决定，南果食品晚会之后，你还是回客户部工作。回客户部？为什么？公司领导的决定，我也没办法。穆总，我想您是了解我的。我从想调到创意部，到在创意部实习，我跟您这么久，的确是捅了不少娄子。但您真的认为我适合回客户部吗？我不让您为难，我接受领导安排。喂，贾经理，你好，我是奇异广告的 Cici 呀。哟，Cici 小姐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好久没联系了，最近怎么样？听说你已经不干广告这行了，现在在哪儿高就啊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干着呢。我只是没在客户部了，我现在在创意部，还是在奇异呢。您这是听谁说的？哎，明明是你那个客户部的同事亲口告诉我的呀，这叫什么来着？罗燕是吧？你认识吧？我当时听了这消息还很遗憾呢。罗燕跟您说的，不可能吧？哎，我再问一下，您现在还跟咱们奇异在继续合作着吗？这个不瞒你说，最近有个新的广告公司来跟我们接触，各方面的情况都还可以。我想，反正你也不错了，换个新公司试试看也无妨。所以明年的单子就跟他们都签了。怎么着？听你的意思，你没从奇异走吧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在奇异。能方便告诉我那家公司叫什么名字吗？应该是叫这个鹏飞广告。老板叫什么呢？陈鹏吧，法人代表是陈鹏。好，谢谢啊，改天请你吃饭。那些老客户们怎么办？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，你难道说不要就不要了？在我正式转正之前，我想把这些客户都交给你，你帮我来维系。一旦我正式转正了，这些资源我就送给你了。我先不跟公司汇报，你来写几个好的方案给客户。如果这一单中了，那就都是你的功劳，你觉得呢？可是如果不告诉公司，会不会担风险呢？不会的，他们也不是特别着急。我要是不说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喂，哥。蓝英子。忙吗？现在能来趟店里吗？哦，我今天不行，要不然明天吧。好。西西，你在啊？我跟你说，我陪切斯去医院做过检查了，一会儿拿报告，下了班我就直接跟他一块去了。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？大家都是朋友，帮个忙也是应该的呀。
怎么了？我可能在创意不待不下去了，我想实在不行，还是回客户部吧，这样我们俩彼此有个照应。那很好啊，你要是回来，我当然高兴了。只是 CC， 做创意不是你最大的梦想吗？而且穆总这么欣赏你，你不要这么轻易就放弃了，你要坚持一下啊！我可以去找穆总帮你求求情。对了，我再去找老马，让老马也帮你求求情。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坚持下来，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。燕儿，你对我真好。哪里，这都是我该做的呀。谢谢啊。这不就代表没事儿吗？哎呦，我就说我就不能有事儿。你说我这么善良无害的人，我怎么能得这一病？嘘，今年这在医院呢。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觉得你回头赶紧跟那女孩再说一下，让她也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，万一也搞错了呢。对，回头我给她打一个电话问问她，应该是。不对，这事不对。怎么了？我太了解那女的，那女的肯定是骗我的。哎哎，对，她也没检验呀。你说咱们这还有一化验单，她就直接就口就跟我说，就说她有这病，肯定是骗我的。嘿，这女的也太坏了吧！啊，就是因为我跟她没成为合法夫妻，丫就这么来害我，这么恶毒，太缺德了。其实，我觉得她做的挺对的。嗯。你还得感谢他。是，我还真得感谢他。要不是他这么对我，我也不知道你能这么对我。我们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各回各家。那不行。那你要干嘛？我得昭告天下呀。哥们重获新生了，哥们得跟所有人都说昭告天下呀，必须的。把大猫他们都叫上，然后你也得去。好。好啊。那不好。好。哎呦，这一天太美好了！社会主义好呀，社会主义好。谢楠是我们这儿的大秘，以后有什么事你都可以找他，谢楠都会帮你啊。这是罗伊儿新来的，啊 ，Jane， 我给你介绍个新人，嗯，这是罗伊儿新来的，归我们组，以后你多关照啊。特别厉害，我们那个马总的得力干将，是啊，哎。
Jean， 这是我们组的这个新成员啊，以后你多多关照啊，叫姐姐，没事多向人学习学习啊。你的座位在这儿，带你看一下，这是我坐的地方，你坐这儿。帅哥，我给你介绍一美女，你多关照一点啊。这是我们罗伊儿新来的啊，这来了很多年了，一直没提上去是吧？来，谢谢。嗯，有事的话你就叫我，我就在那儿啊。好，你介绍一下，这是红姐，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啊。幺儿，对，我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同事，以后多关照，对吧？那个，这是刘总。啊，刘总您好。你好，刘总，请你多多关照。对，坐下，都坐下啊。刘总，幺儿特别能干，可能干了，我以后合伙都交给他，好吧？然后你们到时候多给刘总打个电话啊什么的啊，包括红姐你不懂问就多问，就什么的，好吧？你跟你的客户你就给我弄丢了，你怎么搞的你？啊，刚进来打了个局面，我能理解。这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适应不了啊？能不能干？不能干走人。老马，也没你事儿。不是，真的，算在我的业绩上行不行？这单我来给他，我来做呗。这什么事儿啊？都多长时间了，还能不能干？我知道，老马，你先别生气。你再自己再想想办法。做业务得动脑子，动脑子是不是得有点灵感？你不能傻干呀。我知道，你别生气。这样好不好？我把我今天的业绩给烟儿，行不行？那个烟儿算我的，你放心。你能带着他一天行？那一年你都替他干啊？喂，谢思啊，要去吗？好，你把地址给我，晚上见。是吗？又不是你结账，谁说不是我结账了？这不是歇斯请客吗？但我已经买了。怪不得你在这儿一个劲儿喝水，你喝那么多水，你待会儿还吃得下饭吗？你不知道水好，有句老话叫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我今天分外觉得这句话说的真好。哎，林导忙，你等会儿再吃，你着什么急呀？看不出来，我这吃这些吗？自己，你我那五个，你吃仨，能看不出来吗？五个还真吃呢。怎么还不来？是个好日子。来了，谢谢。什么情况？我这没来了，怎么菜都点上了？我点的，谁让你们迟到的？对不起啊，我们来晚了。啊，行，是我这请客的没钱到，吃不了不对，但我这不是堵路上了吗？呀，但是啊，这是为了回报你。哥们儿啊，把珍藏好多年的气泡都给你们带来了，要够意思吧？有这。谢思，你今天这个酒拿的特别不合时宜。林妈妈，你开车你能喝酒吗？忘了。您可只喝红酒，不喝烈酒。我和烟儿都喝白水。那这酒只能你自己喝喽，自己弄。喝什么呀？我自己我还喝个屁呀、啊！那行，既然都不喝酒，咱就来一水局不得了吗？是不是？先别吃了，我都来了。来，咱举杯。哎，好，这开宴之前第一杯酒，那什么，我说两句。这第一杯水，我得先敬我自己。好，哥们，这次呀。虽然是他们的虚惊一场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哥们真觉得从那鬼门关溜达一圈又回来了。哎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哥们这次差点就轻于鸿毛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但是，哥们现在这人生观、价值观，全都有了一个全新的变化。为了今后重于泰山，
喝一个。等等，这杯不能敬你自己，这杯你应该敬烟儿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因为你今天能站在这儿，全是烟儿的功劳。要不是烟儿在你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话，这会儿我觉得你应该还在自己的屋子里尿裤子呢，是吧？咱们都得向烟儿学习。对，向烟儿学习。来，敬你一杯。大宝说的太对了，我跟你说，这确实是，如果这次啊没有烟儿的出现，我真不一定能不能挺过这一关。哎呀，连我自己都嫌弃自己的时候，烟儿你挺身而出，而且不离不弃的。燕儿，我没有见过你这么好的姑娘，这杯我诚心的敬你。来，这就对了。歇斯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燕儿可是打着灯笼没处找的。真是，燕儿可不是对谁都这么好的。没完呢！别着急嘛，吃饭之前咱们得先把这些重要的事都说清楚，这个事很重要。吃菜，吃菜，吃菜！哎呀，马上！这哥们人生很重要的转折点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曾经，哥们生活在风花雪月之中。行行行，好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，这事儿你们可能都知道，咱就不说了。但是主要是现在，现在。现在哥们经过这个遭遇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越过美女千千万，不如只得一人心。我前段时间对燕儿穷追不舍的你们都知道，但是我说一下，这次绝对不是沾花惹草，这次我是真的，我是真的爱上燕儿了。所以就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把话都放着，只要燕儿愿意，今后啊，今后我跟我所有的那些女人全部都断绝联系，只对燕儿一个人好。希望燕儿给我一个机会。你别说了，谢谢。哎，好。真爱的，真爱的是。真感人。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其实你刚刚感动的我都快哭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啊，自古以来一女不侍二夫，陈鹏怎么办？哟，你现在说的什么陈鹏合适吗？陈鹏他能跟我是一个段位的吗？啊，就没有了。你踢我干嘛呀？怎么回事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我为什么不能说？大猫，你这跟谁呀？怎么回事？是你萌萌干嘛呀？这也开玩笑呢，没事儿。大猫说有什么呀？不是，但是大猫，你看你这时候确实不应该提这人啊。陈鹏他跟我能竞争吗？我跟他竞争，我太有信心了。你还真竞争不了。哦，是，陈鹏是对燕儿不好，但是你架不住燕儿死心塌地的对陈鹏啊。说了，没对陈鹏死心塌地。
怎么没有死心塌地啊？你不是把我所有客户的资料信息全部给了陈鹏公司吗？这不叫死心塌地，还叫什么？大猫，你这说什么呢？你要我再重复一遍吗？燕儿，对不起，菲菲，对不起什么？燕儿，你真的别来这套。你说你对不起什么？是不是特别满意？所有的人，我最不防的是你。你一个人在北京，你说你只有我一个好朋友，我拼命护着你，我护的人最后拿刀子捅我，要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？是我做的不好吗？明天早上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明天早上我就要滚蛋了。明天早上公司知道我把所有的客户资料全部泄露给别人，我就彻底滚蛋了。是我对不起你，谢谢。我不是这女人了，但是 TCL 那件事情，我是真的想帮你才让你去做的提案。这里面到底发生什么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燕儿，你的爱情真伟大。谢谢。我还记得，我上班第一天，是你手把手教我用办公用品，熟悉环境。是你在老妈面前给我求情，说好话。你帮我介绍客户。给我建立销售技巧，你对我出着关照，为我着想，这些我永远都记在心里，不会忘记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你今天说的都对，你把我发现了，我知道我犯了一件多么愚蠢的错误，对不起，星星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什么呀？要不是我猫发现了，你是不是就没刚才这番忏悔了呀？哎，我们之前看你一个人来北京不容易，又是猫的朋友，我们才对你这么好的，这么照顾你。哎，没想到你骨子里背后这么阴损呐！你哭什么哭啊？我告诉你啊。大猫，我丢了工作，跟你没完，你知道吗？小姑娘，真
会演呀，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。猫，咱们这也算上一课。沃歇斯，哼，我看你也别在那儿表什么白了，跟这种女人，到时候把你啃得连骨头都不剩，你都不知道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歇斯，你跟燕儿好跟我没关系，但是燕儿，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就从此不理你。把话说出来，可能话有点重伤人，但是从今往后，咱朋友没得做了。喂，哎，方雅，是我。啊，我知道。啊，那个，你哪天有时间呢？我想跟你见见面，有事想跟你说。那好吧，明天见。好，好，明天啊，我明天见。哎，好，你早点睡啊。哎哎。行了，你们走吧。好了，走了。哎，走。刘王，你别走。来，你别走。哎，
你看，呀呀，真是，你拽他干嘛呀？又不是裴哥，要不这么着，我给裴哥打电话啊？你别给裴哥打电话，你妈妈别走就行了。万一我夜里边不舒服上医院，我不折腾你们了。妈妈，你别走啊，你陪着我。林林妈妈陪着你，要陪着你照顾你的肯定是我呀。哎，阿姨，这人病了都要找最听他话的，然后最能照顾他的人。您咱们就歇吧，您就歇吧，没事。行，阿姨，我上次他胃痉挛不是我陪他吗？他可能就是担心怕你俩呀，那个晚上睡不踏实觉。我能熬，我陪他吧，好吧，你们睡吧。门别关啊！没事，我行，外套我都不脱，行了吧？行，好，手疼手疼是吧？行，谢谢你。来，哎呀，我不要，好难受。嗯，好。手吗？不是。嗯，我给我拿一盆，我也，哎呀，想吐了，我真的假的？啊，你等会儿，得拿点水啊。
哥，你这怎么一瘸一拐的呀？骑车不小心摔的，跟倒没什么大事。啊？那你这脸怎么回事？摔的？你是不是又跟人打架了呀？没有。哥，疼不疼啊？走走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去医院？哎，没事，我真没事啊。我给你看个东西。 信达房地产公司劳动合同，这合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是我一朋友介绍的，是那待遇还行，月薪4000，还有提成，那个每天就工作6小时，还有双休日，特别好。什么朋友啊？老三吧。 你是不是又跟老三他们混到一块儿去了呀？哎呀，没有，莹莹，你想多了呢。去年他们来我们酒庄买过红酒，就是他们公司，我还问过，老三还是他们老板。是，这公司是老三的，但是英文你听我说，这老三已经不是以前的老三了啊。 他现在做的都是合法生意，而且公司待遇还特别好。我跟他打过招呼了，你去的话，只可能比以前的工作要好，不会辞的。合不合法我不管，我就知道他老三不是什么好人，他无利不起早啊！你不给他办点什么事儿，你不帮他，他怎么可能为你做事呢？哎，你这脸是不是就因为这事儿啊？你说话呀！ 王大宽，啊，哎，天天的让人叫你老大老大的，是不是听着特别爽，特别开心呢？英子，我真的没干什么，就是因为以前的事儿，他才给我这面子。哎，行了，你也甭想那么多了，你就去那上班好不好？我知道现在找一个工作不容易，挺难的。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呀？ 行吧，算了，以后啊，咱俩尽量少联系。我之前也都说过了，我的事儿你不要再插手了，你好自为之。 实在对不起。
您预定的时间正赶上过节，办活动和聚会的单位特别多，我们所有的宴会厅都已经租出去了。我就想问问看，能不能给他们打个电话，看有谁万一要退掉的，就是……不好意思，您还是去别处看看吧。实在不好意思啊。目前只剩下这一块场地了，场租费是一晚上10万。10万？为什么这么贵呀？我们酒店是这么规定的。我们可能没那么多预算，对不起啊。那您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吧。啊，好好好，再见。